今天是国十八年的五月十二号，佮来到零三二 K 七吼，即、這个郭国斌郭先生你好。啊、哦，今天就是来做你的桃子的第一遍的记录吼。啊，你这是虾米桃？上海水蜜桃啦吼。啊，请问一下吼，你今年吼，即、這个海环保队开会期到即马上几遍？先两遍啦吼。啊，你有虾米对你的掌有虾米帮助？你甲咱讲一下。看起来效率是有较高啦。高啦吼，啊嘛快，啊猎头嘛是看有较大些，其实袂歹啦，猎头嘛有大起咧嘿，啊即马有在收割啊嘛吼，嘿收割，加减在收啊啦吼，啊佫有第二遍的收割着对吼，头下边就甲做伊的桃啊做结，就啊你今年的农药防治几遍啊？农药洗到即阵差不多五遍啦。哦，你防初期就是惊迄个秋叶啦，对啦，啊有甲洗较侪遍药啊，啊即马准备当时要套的。可能过一个月吧，搁有一个月要脱地啊，吼，好，吼，搁来观察看伊的叶头，搁伊的湿水有水无？因为我知影你今年是第一地摕这块园嘛，吼，啊无通比较，反正你以前嘛有种过桃啊，你观察讲，哎，这个海环保对你的桃啊帮助伫多，啊，甲咱做分享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咧，嘿。